吓我一跳啊！看这个尾巴，您觉得像什么？啊，不是老鼠。今天呢，带大家近距离看的这个动物呢，叫做鹰嘴龟。鹰嘴龟呢，是一种小型食肉类动物，主要以捕食河里面的小鱼、小虾、螺肉以及蚯蚓为主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嘴巴呢，就像我们的老鹰嘴巴一样啊，是勾着的，非常锋利。别看它个头小，它可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。同时呢，在2000年的时候啊，鹰嘴龟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。在这儿呢，也是提醒大家，不该碰的东西啊，宁可千万不要碰。